大家好，星期二得到啊，今日系二零二一年五月九号星期日。嗱，今日星五月八号咧，吓就东主有喜啊，咁啊呢个叫做生日啊，咁啊所以咧我就休息咗一日。咁啊其实咧因为咧七号咧咁我哋就有啲嘢做，咁啊变咗咧诶都通宵，咁成晚都冇瞓觉，咁所以咧。 就星期星期六咧，就冇辦法啦，頂唔順㗎嘛，放自己嘅假，咁啊亦都當係做下生日啦咁樣。咁啊多謝 Johnny 咧，就要啊一個人頂咗八折，啊，咁啊真係十分之辛苦晒。好啦，咁啊呢節都要講下啦。誒一個好消息嚇，咁啊個呢個咧係抵制呢個 a d i d a s 失敗。啊，咁啊想同大家講下呢個陳奕迅啊，如何哭成淚人啊？啊，全中國。 啊，都冇人咁認真，只有一個嚇喺香港嘅藝人嚇為咗拉共而去到咁認真，咁啊所以咧就出咗大事。好啦，咁啊呢個講講呢個新聞嚇，跟住咧再分析下陳奕迅啊而家嗰種心理狀況究竟點咧？好啦，今日講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，咁拉點擊廣告，煙黐星留言、社交媒體 share，通擊五毛，訂閱我哋嘅 p 批巡同埋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。 咁啊，星期二得到咧，嗰、那個收市啊，各方面咧，慢慢慢慢就上翻嚟啦。經過呢個叫做十日啦，啊，咁啊開始咧就有少少嘅喐喐啦，哇，手指腳趾咧開始慢慢喐動啦，嚇，呢個植物人開始甦醒。咁希望大家繼續刺激佢，繼續咧點擊啊，繼續留言，繼續提供互動。好啦，Editus 五月七號發布嘅財務報表。 嗱，顯示今年首季喺中國嘅銷售額嘅增長咗一百五十六個 percent，並稱第二季業績亦都會呈現顯著增長。哇，好消息啊！嗱，經歷新疆棉風波之後啊，國際知名品牌嘅呢個運動嘅品牌 Adidas 五月七號發布呢個財務報表，啊，咁啊公佈呢個好消息。好啦，美國 CNBC 啊報道 a d i d a s 喺報告中說今年啊。 第一季淨收入係五點零二億歐元，啊，就高於二零二零年嘅同期。好啦，Adidas 表示啊，喺大陸市場銷售額啊增長咗一百五十六個 percent 後，預計第二季度啊會延續第一季嘅銷售增長。聲明表示呢種加速將由一系列創新產品發布嘅推動。嗱，Adidas 行政總裁卡斯帕啊，咁啊，Kaspar 嗱，咁佢對 CNBC 咧表示啦，佢仍然希望中國全年實現一個非常強勁嘅增長。嗱，我們仍然非常有信心，我們將繼續喺中國建立自己嘅地位，而中國係我们最大嘅單一市場。嗱，國際評級機構神星 m o r n i n g s t a r 或者星神啊，嚇嚇 Mo 五月六號一份報告顯示啦，d a s 喺大陸電商平台天貓運動服嘅銷售同額嘅。 係比同期下跌咗五十九個 percent 嗱喺大陸嘅平台就跌，咁意味住係咪佢自己自自家嗰啲鋪頭大升呢啲生意？嗱啲人咧唔去天貓啊，唔去嗰啲叫做咧阿里巴巴啊嗰度度買咧，係咪全部都喺 Eddie 買咧？咁樣對佢嘅經濟仲好喎、啊，原因就係咧佢唔使俾中間人剝削嘛，唔使俾啲俾啲扯皮條賺啊，好啦。 神星嘅報告亦都表示啦，天貓四月份運動裝同埋鞋類嘅銷售額同去年同期比啊，係下降咗十一個 percent。呢、這個啊同舊年第四季三十 percent 以上嘅增速咧有明顯差別。嗱，呢個反映咧，中國消費者啊似乎係等待抵制潮嘅結束，而非完全繞開外國品牌。嗱，報告估計中國消費者目前嘅購物行為咧，好可能係暫時性嘅。 嗱，加上中共官媒啊，近期都冇新嘅動作，所以咧預計抵制潮可能會喺未來幾個月內消失。好啦，咁日中國嘅共青團啊，今年三月份就公開翻炒 H and M 舊年啊所發布嘅停用新疆棉嘅舊聲明。隨後大陸嘅網絡上掀起一輪嘅抵制潮，涉及咗 Nike、Adidas 等等國際品牌。好啦，咁啊當時咧佢就咁講啦，就話喺一九年嘅十月份呢，一份聲明之中。 在得知幾家從中國新疆採購嘅公司，誒指控時，稱少數民族喺紡紗廠受到強迫勞動。我們明確要求我們的面料供應商不要從新疆採購任何紗線。而 Adidas 從未喺新疆生產過產品，並且任何新疆供應商品都冇合同關係。同時，Adidas 今年仲加入咗非牟利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。 呢個計劃舊年對人權嘅擔憂而選擇停止喺新疆嘅活動。嗱好啦，咁 Adidas 大升啊，嗰個叫做咧，嗰個銷售大升，意味住啲乜嘢咧？意味住咧，佢喺大陸啊嗰種抵制行動嘅失敗。而香港，我哋香港嘅一個藝人，當時新鮮時盡一聞到陣除，即時咧就話要同 Adidas 劃清界線，要撕毀佢嘅合同。 嗱喺大陸嘅呢啲咁嘅藝員啊，呢啲咁嘅人咧、啊、嚇，佢哋咧可以用大陸嘅法例去誒唔使賠錢，因為大陸嘅法例咧或者大陸嘅官司咧係會偏幫大陸人。但係香港嘅官司咧就唔百冇辦法引用大陸，尤其是呢個民事嘅官司。誒，Didas 如果要告呢個陳奕迅，佢賠十五億，十五億嘅事少，呢一世都唔可以再做誒 Didas 生意啦。咁當然啦，佢而家有冇十五億賠咧，都係一個問題啦，係咪？好啦。 a d i d a s 喺面對陳奕迅究竟會選擇放佢一馬，定係會追到底呢？我認為佢係會追到底，因為大陸人咧好撚現實嘅。當上面嘅官方一放低咗手腳之後咧，下低跟車太貼嘅咧，佢係唔會理嘅。話撚知你閪冇林係咪啊？所以咧嗰啲跟車太貼嘅人咧，今次最慘嗰個叫陳奕迅，損失咗呢一世唔可以同 a d i d a s 代言嘅合同。 咁而且咧嚟紧仲要面对巨额嘅赔偿，可能系十五亿吓传说吓，定系八亿唔知几多钱唔知，无论系八亿定十五亿都系损失惨重，系咪？喂，你谂下要唱几多首歌，要开几多场演唱会，要轮回几多次先赚得翻八亿啊？系咪啊？唔好话十五亿啦，条数系咪？好啦，今次呢件事咧，其实佢啊最大责任系边个咧？系咪佢嘅唱片公司咧？系咪佢嘅经理人咧？ 佢哋對於中國嗰個政治環境啊，竟然係咁撚樣嘅，第一時間跳出嚟，而且佢自己亦都親手將所有嘅 fans 趕走。我話畀你聽，係所有嘅香港 fans 趕走。一鋪過清代，今次陳奕迅可以話係一鋪清代，因為佢再唔係香港人你已經等於港奸嘅代名詞。當然咧，你係一條笨柒嘅港奸。 系跟車貼到，你以為你咁樣做會有好處？老實講啊，遲一兩日表態使死咩？點解要急住出嚟表態啊？就係叻唔切咯，係咪啊？呢個世界好多時候就係咁嘅，估唔到中國嘅風向咁大。喂，Adidas 咩公司又喂，千億巨企嚟嘅，一年攞幾百億出嚟贊助中共。 啊！贊助咁多體育賽事，喂，咁有冇咁容易係嘛？咁容易就俾你懟冧啊！而且抵制都要睇下人啦、啊，係咪？你去到咁大間公司，唔諗清諗楚，唔計清楚計清楚，你效力係乜嘢人？老實講啊，Adidas 係可以話全球嘅呢啲咁嘅，即係最有名嘅體育明星 icon。喂，你呢啲咁嘅鳩之馬碌香港歌星仔，嚇、啊、已經好撚俾面你㗎啦，揾你代言。 好啦，而家人哋都知道，原來你係個垃圾，親自暴露咗你嘅本質。香港人亦都睇清楚呢種咁嘅偽人嘅嘴臉，為咗奶共，喂你唔出聲會死嘅咩？嚇、啊！你當時出發下聲明譴責咪算鳩數咯，邊有咁戇鳩㗎？係嘛？而家咧，即係我諗咧，而家晚晚瞓唔着嗰個就係陳奕迅嚟緊出嚟，唔知會唔會公開道歉啊？出嚟喊啊，又或者點樣咧？因為咧，你。 對香港人嘅傷害係冇得挽回嘅。香港你嘅歌迷好，你嘅以往嘅支持你嘅人都好，我覺得今次呢件事之後呢，唔會再睬你你亦都會永久失去佢哋。你嘅嚟緊將會同呢個叫做男校長啊，係嘛阿 B 啊呢啲咁嘅垃圾呢，係冇分別。你只有成為過街老鼠。而嚟緊呢，我哋覺得啦，嗱誒。 大陆嘅嗰个政治气候呢，其实呢，你哋唔识嘅，千祈唔好立乱表态。读多啲书，读多啲历史，了解一下呢个国家，同时你都要了解下呢个国家嘅对手。唔好似《东方日报》咁样戆捻够，全捻报一面倒倒向大陆。将来大陆出事，话俾你听，《东方日报》你冇捻得走啊！ 你去到邊度都冇，你以為喺倫敦買咗大量嘅物業，喺日本買咗好多物業，冇辦法充公你啊！將來一撚樣充公你資產，我話俾你聽嚇，而、啊、家全面舔光俾你係嘛？好啦，咁啊今次咧誒，佢唔知會唔會同佢經理人割席啊？又或者咧，佢唱片公司要孭翻一部分啊，或者一人孭啲啦係嘛？如果賠八億嘅，一人孭四億咯係嘛？誒冇辦法啦，損失係自己造成係咪？搬起石頭。 就往自己只脚扎落去，扎咗左脚都唔够，要扎埋右脚。咁快反应做咩咧？系咪？睇定得一两日，唔使死嘅。好啦，咁呢节时间，我哋讲住咁多先，拜拜。